出人头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新人也准备要进场来接受大家的祝福，来邀请您，我们一同准备您最热烈的掌声，一起将您的目标引向后方幸福大门口。首先，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全场最可爱的小天使，欢迎小花童Selina再进场。哇，我们小花童非常的可爱哟，撒着幸福的玫瑰花瓣，他们今天作为了幸福的引领者，要引领着新人迈向未来全新最不平凡的婚姻生活，是不是再给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？好，那接下来准备要进场的是今天的幸福使者伴郎伴娘，一起用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 Tony Linda 进场。接下来越来越接近我们今天幸福喜宴重要的时刻，紧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，一球一分的掌声欢迎新郎还有婉玉的妈妈一起进场。一起踏上了这个幸福的红地毯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新郎官将准备要迎接他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哦。OK， 来嘉宾，一起用您最热烈的掌声，让我们紧接着来欢迎干爹带着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婉玉进场。
见证之下，一同来开启这个香槟塔仪式哦。请新人一同为我们倒下这爱情酿的酒。这个香槟酒是喜气的象征，也是幸福和快乐的泉源哦。我们新人现在正一同都来开启这道幸福之门哦。而这浓烈香醇的香槟酒，也象征着他们小两口的爱情，甜甜蜜蜜，长长久久。各位嘉宾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献个甜蜜的掌声来祝福新人？那我们接下来也邀请各位嘉宾一起用掌声欢迎双方的主婚人，请上台。今天现场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贵宾朋友，在今天这么幸福重要的一天前来参与祝福哦。我们主人家看到现场有这么多贵宾，心中是满满的感谢，还有更多更多的欢迎。那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今天现场也邀请到了一位贵宾，在这个时候要上台来给我们新人献上祝福。